Ah.哦，天啊！嗯。啊！哦天哪，伸到哪里了？吃后基地，哎，这个也没讲过哎。哎呀，你用太快了，赶不紧按太快，加速一下。我跟你们讲一下哦，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的那个伺候基地，那它就是伺候营地，它其实可以提升战力，虽然伺候已经没用了，但是主线任务还是要求说要升。这个建筑我们应该没有讲过。抢到底了，研究给我一下可以吗？谁研究到哪里了？一个都卡，四级学院，好好哦。